周天，你这怎么了？别提了，昨天被季总折腾了一夜都没睡。凌晨5点交了报告，又改来改去，我才眯了2个小时。我不跟你说了，我要去跟季总汇报。哦。乔伊早上出发的时间在这儿，然后你带他去见完这个人之后呢，4点半出发去 B 楼 ，B 楼在这儿。他晚上的伙食是在 C 楼，到时候别忘了。跟缇娜秘书已经确认好了，他可以在离开酒店前跟您见一面，就在酒店大堂。1个小时后他会退房，时间紧急，半个小时内我们必须得赶到。那你现在让司机把车开楼下，咱们马上出发。今天公司的演员都有通告，所有司机都出去了，所以我送你去。你开车送我，天黑前能到吗？可你10分钟后还有视频会议，总不能边开车边开会吧？季总，你就让我送你去吧，我可以开快一点。30吗？40。你会开车吗？你平时开车？放心吧，我是极品飞车全赛道的金牌选手。季总，这个车的性能真不错。情况没有。季晨，年轻人做事情有魄力，有自信，有冲劲，那是好事情。但是我有什么问题吗？陈总，你这我的意思是，年轻人注意啊，你做事情的时候一定。抱歉啊，季总，我是真的不知道你会晕车。我不晕车，我只晕你。